这是2000块的翠蕊。嗨，大家上口，你叫小伙伴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龙年快乐！我们这次又回到屏东来过年了。我们带秀哥来东龙宫来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气，然后等一下刮刮乐。对，等等我要拜一下，然后祝我恭喜发财。对，刮中1000万。你去年在潮州没有刮中，今年改来东港。听说这家也有中过很大的奖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个 Google Map 中过威力彩，好像独得得到8000多万，而且也是很多人。我觉得这里在庙附近啊，这个人气比较聚集，对不对？你看人来人往，后面的满满的车，所以这边应该是很有人气的。快刮了，忍不住了，因为赌徒。我还没有想好要买多少呢？100、200、500、1000、2000。先买2000的好。好啊，先进可攻，退可守了。哎，对，有可能我2000块就已经中了那个几百万了。有可能。哎。结果我还是先买1000刮刮看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就是这一张就会中了，来，您的号码，一个都没有，真假的啦。第一张归零，来，第二张来。50%的中奖率我都没有中，下一个。你们不要看秀口这样，他其实是一个赌徒。但是秀国一直以来刮刮乐算不错了，基本上我每次出去跟他玩呢，他至少都打平，今天就看运气怎么样。来，没，好，两张共估，这是不是也这张是不是有500了呀？啊，没有了，好不开心，今天好不开心，继续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有这个09，幸运号码是09，所以中300块。感觉小的不太好中，我要买大的了。你要拼一个大的。再要一张。好，秀口这次赌，刚刚5张小的只中一张300，这次2000块的吹蕊。你看我选的这是1号哎。一号会中吗？有可能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2000块，我们带大家来看哦，有7个游戏，8个，8个，总共8个。我们现在看游戏一，来，幸运号码。不好意思，我跟那个前年一样，就没有中的话，我的就是讲话会变少了。幸运号码0602，没关系，我当那个实况主播。15没中，4没中。14没中，3没中，13没中，啊！啊，下面还有哎，5、5、5、5、8，真想骂脏话。7没中，9，1 ，no no， 好，这期暂定游戏2。什么啊？应该是又刮成2个一样的，应该没有。没中。哎，来3。游戏3。这2000的都没中。是不是中1000了？有哎。真的吗？来，恭喜来。真的吗？来拍个手来。1000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一个都1000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对，1000没有错。所以真的是中1000了。
我是不是中了？嘿嘿嘿，哎呦哎呦，哎五千，哎，这到底是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应该要三个一样的吧？对，应该是三个一样，没有中。哎，没事了。哎，还有三关呢、啊，游戏六零，说不定最后逆转胜呢、啊。还有两个呢。压轴一定是八，最后一个游戏八。43 15 45，我的腿，我的手好酸哦。这个是比大小吧？就是你要比对方大。啊，是啊。对。哎，45。哎。49。哇。这也太强了吧！差一码，54。40，他太强了。44啊，没有了。可恶，最后一关了。嗯，17 23，来，幸运号码17 23，感觉没有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小狗现在开心了，因为西瓜汁老板虽然用台语，但是他很腼腆啊，说：“欸，这应该是一个网红，日本人吗？”就是对大家来说，在网络上有看过就是网红了。然后我有，他说我有订阅，觉得好可爱，那种。你的表情现在好像他。对，刚刚他就是那种我有订阅，那好了，这个比中彩券更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虽然今天是花了，3000，中1500，中1500，但是过年刮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享受这个过年的气氛而已嘛。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跟我一样没有中的话，不要太难过哦。我们在期待明年。如果你就是没有中的话，你就可以期待；如果你真的中了，你会觉得我的人生会没有，我都会在跟自己讲啊，因为中奖这是偏财啊。所以你如果偏财没有中，代表你正财很强。正财就是比方说你工作今年事业顺利。是啦是啦，我和阿哥利都是正财的啦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，新年快乐了。大家新年快乐啊！祝大家正财偏财今年都很好。